严雪，我没想到你做的菜会这么好吃。我一直都想做顿饭给我妈妈吃，你是第一个吃我做饭的。那我还真是太幸运太幸福了。这是我和严雪家的户口名簿，我们俩都希望未来这户口簿上有你的名字。嫁给我。今天晚间十点，东森超市33频道《妈妈像花儿一样》全台首播。